我们是 Q&A 时间，大家有什么问题，当问徐老师。好，那最后还有一个股神三部曲的影片，如果你还有兴趣的话，你还可以再看看。都很复古的，这个那个时候叫做哪一间公司啊？不是，米高美，三虾好，三虾三虾虾是上好看的，两虾中等，一虾就差不多，我差不多看。都跟那个来了又挥舞先生变成好朋友，他都无条件帮我们的嘛。徐老师，我也是刚刚就是听你讲，我才知道说，因为我上次《釜城三部曲》播过一款，我很有印象的是你刚刚讲秧歌啊，或者是那些新疆民族那一段。我刚听你讲，我才知道那个本身是秧歌。我自己看的感受是因为，其实徐老师他在民族舞蹈的编舞上面很大胆，是他把这个东西抽离开来。就一般来说，我们常常会框在一个范畴，说我现在跳民族舞蹈，我就是跳比如说好。举例跳秧歌，我就是穿秧歌的民族服装。我现在要
跳一个什么，我就穿他固定约定俗成的那个服装。那我觉得徐老师他很大胆的东西是，他让他们穿着那个年代的时装来跳一个这样的东西。那那个东西本身它就有一个疏离性出来，那这个疏离性出来就有一种很奇妙的现代性。那我感受到的是一个那个年代的女性的一个集体的面对到他们美好的生命，在那个无限光明的 moment 那个时代里面的东西，透过那个病治的东西有被呈现出来，我其实蛮被打动到的。我刚看到的乐色，乐色，那我觉得这个东西非常的乐色有吗？那我也很喜欢，应该满了吗？没有，没有在讲一下的时候有一段。好像在讲死亡，用黑伞跳舞那一段我也很喜欢，那一段非常的有现代感。对，那我好奇的是啊，因为徐老师是舞蹈背景嘛，那可能会有学过现代戏剧，那其实很多东西它的手法是很现代戏剧，甚至是西方的观点的。那这些东西老师在创作的时候，你喜欢啊？这些东西你是怎么去因为它是比如说会变成说你要讲还是大家一起讨论还是怎么样去震撼，表现那种给观众也感受到那种那个很惊吓。其实那时候有小朋友会看到会怕，他会哭，嗯，好，那因为又有那个，我又想象中的时候又红闪，哎，一边黑一边红，就好像在那个地府里面的那种血池里面这样子感受，哎，那其实我完全的那个编舞的动作完全是针对的音乐。音乐给我什么感受，我就怎么编这样子。OK。那其他的秧歌的东西呢，真的只是说，哎，我觉得这样配很合适。然后呢，又不会说很拘泥，说哦，这个跟这个是分开的，我就给它组合在里面，因为是音乐节奏，让我把它结合在一起的。对，像那个秧歌的东西呢，我很喜欢的就是它那个转角、转膝盖的这些动作我很喜欢。那你如果就纯这样跳的话，你就很秧歌，很秧歌的东西。但是我在节奏上面呢，我可能会有沉啊，那个吐气啊，什么我马上跳在这里，就会有分别出来。再加上服装不一样，哎，这真的是有感受到不一样的。那还有就是那个手指的那个白手套的东西呢，当然是儿子给我的那个白手套的训练。然后，但是我又加上了身体的节奏。那个音乐，他的音乐的节奏，我会把音乐节奏，我会切很多的那个节拍，我不是四拍的八拍的，啊，我可能在四拍里面，我可能就又再分开了半拍，哦，或者是三拍这样子，然后空拍半拍，我可能会用这样的方式去把那个音乐呢弄出来，所以人家看我的舞蹈会觉得说我的舞蹈的节奏有一点不太一样哈，但是我觉得其实是都是可以拆解的啦。因为是看你怎么感受，你怎么拆解这样子。因为我觉得他很厉害，就是他可以把那个东西跳出原本的那个框架，然后抽出来用这样子。然后，所以当他一开始我说，哎，你为什么不编一下？外婆在那个百货公司一定很有趣。如果编这样，我只是觉得可爱的那个时候。然后他就说，我是在那边啊，我这是你是叫我那边编啊。他真的那时候很痛苦。每一个星座出来都很痛苦。对，然后现在要入十二月吗？还是算战星，对，真的很痛苦。我要编成神明的故事，对我来讲，离我很远嘛，对不对？那要怎么去编神明的故事？然后我们要用很现代的手法，不要一般的小风神。哎，所以呢，又是他给我很多的东西，然后又逼迫我，那真的是一个进步，一个让我成长的。然后因为我比较台，我就说我们就是不要跳中国舞，我们要跳找台湾人的身体这样子。然后他就说，岂不要那捶我的耳朵啊。然后我就说，你那个东西就是你那个东西其实是一个很丰富的资料库，你就把它当做资料库用。
我们不把它当作胶州的，也不把它当作黄土高原来的，也不把它当作那个江南的，我们就是把它当作是一个动作资料库。你拿出来，如果放在一个台湾的情境之下，在台湾的脉络之下，它自然就可以成为一个台湾的有台湾感的那个舞蹈作品的这样子。其实我们的观念，如果说那个战后呢，228那个年代，我们都觉得是很悲苦的，因为所有的那个小说啊，所有的文章写的都是很悲惨的嘛。好，那我说我不喜欢那样子悲惨的东西，说妈妈你错了，其实那个年代呢，有很多著名的作家。乡土作家呢，做了很多很文雅的作品，很多那个好玩的故事，你可以找看看。然后呢，我就试着去也去找，我也成长了，我就找了很多的书来看，我发现真的还很多啊。就我们这次《葫芦巷春梦》，叶石涛的那个叶石涛的那个书，好，那写了很多的当代那个年代的时候很多的故事，就像那个酒家女啊哈，那个里面很多的故事呢，我又说都可以变成舞蹈了。所以我又像刚才那个你说那个有一个包头巾的那个哈，那个又是我一个新的创作，我用了老歌仔的那个刮爷爷的曲为刮，然后中间是演奏的，但后面再加上一句老歌仔的歌，那我这个也是一个创作，我只是一条路个舞台呢，从这里走到那里去呢，走十五分钟，但是这十五分钟之间呢，我发生了他们这条巷子两边的人家的故事，那这个要怎么演呢？原来他还没回来之前，我用我自己的方式说好演故事，用戏剧的方式演。但是呢，我终究不是学戏剧的。等他回来以后呢，他就帮我修了。好，这一家的故事，让他们融入了故事的剧情，然后他们的表情很真诚的演那个那一家的故事。好、哦，要嫁查囝，好、哦、啊，是那个买那个烟瓜去，要卸妆的，好、哦。他们的沧桑，然后那个酒家女的故事，然后还有什么姐妹啊要分开的那些剧情呢，就由他来去把这些故事表现出来，那就让我这个舞蹈呢更完美，更充那个丰富一点，这样子，这是又是一个创作的东西啊。那每每都是因为从痛苦当中呢找到让我成长，然后也找到更好的东西出现，然后变成更好的作品出来。对，那我也很希望说，我用这样的方式，可以把台湾的舞蹈呢，让更多人看。那我们这次去台北演出呢，就有得到的回响说，他们在台北可能看到的民族舞蹈就是那样子的民族舞蹈。他说，哎，这台湾那么让哎这种的方式，这全台湾只有你们这一团会演台南的故事，台南的舞蹈用这样的方式，这都没了，都没了。哦，有这样子的回响，那我觉得说这就够了。我还是继续在走我们台南古城的故事，先从小地方开始，慢慢的放大到全台湾，把我们台湾的土地，把台湾的故事呢，变成一些舞蹈来给外面看，这样子，这是我们的目标。谢谢。很羡慕徐老师有慧云帮，就是做。这就对了，我有一对儿女，就是给我的女儿，还一个那个很爱电子的音乐的儿子帮我作曲。因为我觉得有一个清楚的眼睛在帮你整理这整个，是帮忙很大。对，而且慧云的观念是很清楚的，跳开的一些约定俗成的一些想法。那个东西会让这个作品的视野跟我们台湾的一些舞团在处理事情是不一样。不要说民族舞，台北的民族舞，很多很多现代舞团，他们在想身体，其实都还停留在很表面的东西。那对我来说，这个我那次看还蛮惊讶，是我觉得我看到的在身体的使用上面的这个视野是很不一样的。对，那我觉得在台，尤其是在南台湾，我们能有这样的舞团，其实是很非常非常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情。我再继续努力，在我有生之年再继续努力。今天来很开心，真的我又得到鼓励了，我很开心。要不然我真的这几天哦，很痛苦的在生产，产不算难产啊，很辛苦。因为音乐方面啊，动作方面，在我来讲又是一个新的挑战了。哎，那欢迎你们十二月底来看，或是明年的，我们今年在台北演出，我们在明年的五六月可能在台南会做再另外做一次演出这样子。对，谢谢。其实也要谢谢他有很大的那个包容度，愿意让我跟我弟弟这样乱搞乱说，因为我们从小就很想要参与，就是不能跳舞啊，看到看身材就知道不适合跳舞，所以
不能跳舞之后呢，我就想说，那我还可以，我还可以做什么这样子？所以我们从小到大就一直在我妈围绕在我妈旁边这样子，一直说你要不要试一试什么，试一试。然后她什么都试，所以一开始当然是很可，有时候我们的脸只是很糟、很可怕的，对，也会变成灾难这样子。所以是一直她愿意让我们一直试、一直试之后啊，然后我觉得现在是一个很有趣的合作的方法的，对对。哇。有限啦、啊，因为他刚回来，我也不能说一直让他在我的身边，一直做我的事情。好不容易读个博士，是不是要好好有所作为啊？哈，赚个钱啊，给爸爸回馈一下这样子啦，花了很多钱。那他读剧场的、欸、老师，你确定读剧场博士也当饭吃？所以他只能去教书了，对不对？至少有一个固定的职业这样子的。对，因为我们这个是给你拿千五级的五级啊，给你千五级的五级。好，对我们来讲还是很辛苦的事情嘛，嘿，我每当晚听哈啊，读到博士，然后到时候真的三餐不继的话哈，也是真的是对他爸爸有对不起。这是我们前面去演出，灯光师太太，陈医师太太，对对，我不知道你要来，没有，捧场的，不是，对不起，因为他也是我家乖的老师，对对，那我现在是在这边有看老师。对，因为刚好有课，真的是没办法，对，刚好赶过来，对。他一进来就认出他了，对，因为我女儿以前小时候就是跟他在那边学的，对啊，他是在云门那边，在那个苏老师，苏老师来。老师就知道我的年龄几岁了。可是老师看不出来，我们跟他同龄。对。因为他从以前就很认真在教，对，很认真在培育，真的，对的。谢谢，谢谢。那我们今天就。今天的需要是一个对的。好啊，来。就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应该要叫你学姐，因为我是成大的研究生。对，我先讲一下，就是其实跟徐老师他的渊源是应该，因为就是国林学长，就是安如的先生，因为我是他学弟。那因为我到台南去的时候，就是因为跟徐老师是非常麻吉这样的。然后其实我非常后悔，我上礼拜22号、23号，我没有办法去台北，因为我去考国家级的证照。对，然后在6月份的时候那一场，就是其实那时候我在忙成大的那个 seminar。其实那时候照理说我是没有时间去的，可是我还是去了。然后去的时候，就像刚刚他所讲，就是其实因为我是看最后一场，然后真的是非常的感动。然后就像老师刚刚讲，就是有一位听众，他就是啜泣，然后讲了三个理由。对，然后我真的觉得就是徐老师他们的舞团是国家级的一个水准这样。那另外一点就是因为刚看到就是徐老师又在做一个介绍，然后我又更新，就是从他一个根啊，就是他怎么样起来的，他等于是一个使命感，然后又看到就是他整个创作的过程，然后是说，就是他包括就是学姐从英国回来，就是把所学的这些东西把它结合应用出来，我真的觉得是让我非常感动。那另外我在这边再分享一点就是。我觉得就是徐老师会让我们，就是因为其实我因为我现在刚好人在家，然后我觉得我这人家我一定要过来，因为我觉得就是从学长或者是从安如学姐的身上所就是听到徐老师的文，或者是说他们整个练习的一个过程，我真的是非常感动，所以我一定要来这边，就是给徐老师一个强而有力的一个 power， 就是我觉得就是徐老师应该就是加一应该。就是也要表演一样，对，谢谢，谢谢，谢谢，我们的是学弟哦，是学弟哦，谢谢，真的，我真的不认识他，但是今天来这里要自我介绍一下，哦，原来是熟的人哈，哎，这么捧场，给他加一，我们以为是人生地不熟了哈，就爆出来一个哦，对，都来给我们鼓励，对，谢谢、啊。我要送他给老师。哇！谢谢，没有，我真的很抱歉。
拍戏就想过来合照，他今天想过来，是老师合照啦，合照啦。好啊，好啊，好啊。你要拍啊！给摄影师拍吧。外面的，我们前面的，好好好。我们要临时啦，所以要在这边。OK OK。